点紧张。Yo, I don't know why, but he's got a really good feeling about today, yo. 期待一下帅哥今天晚上的演唱会啊！Hello， 哇、wow,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今天音乐会的主持人兼歌手彭楚月。Hello， 那今天准备了四首歌要跟大家表演，希望听过这些作品和没有听过的这些作品的人都能够开开心心的享受音乐，好不好？好。我还特别邀请了一个乐队过来。有请乐队，乐队老师呢 ？Hello Hello， 你们 ？Hello Hello Hello， 可以介绍一下你们吗？他们叫和谐里乐队。你好，我是和谐里乐队的键盘手波子。Hello Hello Hello。大家好，我是和谐里乐队的主唱，我叫烧香。Hello Hello Hello。你们好，我是和谐里乐队的鼓手，我叫赛哥。今天第一首歌。是毛不易的一首歌，这首歌我特别特别特别的喜欢。这首歌名字叫《城市傍晚》，希望所有的赶路人都能够早点回家，好吗？看他们走远，都模糊不见。
谢谢。然后第二首歌呢，是刚好是我之前去年参加一个综艺的时候，对写的一个主题曲。这首歌是很温暖的一首曲子，也很适合这样的一个氛围。嗯，一起唱呗，好不好？是的，对，没关系，就飞呀飞，飞呀飞就好了，是不是？行。第二首歌名字叫《刚好》。谢谢。刚好的时间，刚好的人，刚好的地点，唱刚好的歌，是不是？刚好你们看到我，刚好我看到了你们。下一首歌是我跟乐队的一首歌，然后今天在排练时候临时排了一下，然后觉得这首歌还挺，也是挺适合今天这个感受的。哎，你们可以说一下你这个创作的背景吗？因为我们乐队，我们一般演出是在松阳湖嘛。写一首原创，是不是？就写给你们的歌，就写给那些来松阳湖听我们的歌的人。然后后面就出了这首歌叫《少年游记》。我们在歌曲里面有写到，就是松阳湖的晚风，松阳湖的晚风，你能带着爱，因为他们来看我们演出的人都是很多情侣嘛，所以我们就这么一个主题。我当时看你们那个短视频的时候，
现场超级多人。哎，也不多，也就1000-2000个人而已。那个，没有了，我已经开过1-2000了，谢谢。不一样，你不如说你还有。等一下，等一下，现在我在那个什么，那个跟他们聊天那个。所以下面这首歌，你介绍一下好不好？这首歌名字叫《少年游记》。哎，第一句怎么唱来着？第一句是，哎，怎么唱来着？往东飞过，已经说好在周六傍晚，天气一起牵着手一起去听下的声音。下午刚学一首新歌，但是我觉得这首歌是耳熟能详的那种旋律，然后同时也比较好记，大家也可以多多支持一下我们和谐的乐队，好不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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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今天晚上应该是到了许多这两天我才碰见的好朋友，是不是？萌萌是吗 ？Hello Hello。感觉像聊天一样。萌萌，我们祝花花哥哥演艺事业一路长虹。
哦，谢谢谢谢谢谢宝宝，谢谢宝宝，谢谢你们长沙市里大老远跑过来，然后还有集市里的情侣，坐哪儿呢？坐在，哦，你一个人来的？哦，他今天有事去了。哦，所以我今天带朋友一起过来。好，介绍一下自己呗，随便啊，小名也行，没关系。就是他叫虫虫，我叫滴滴。对，从从滴滴。对，你们认识多久了？我们认识有七年了，八年。对，我们初一认识的。哇，初中就认识了。我最长的朋友其实也认识了十多年了。人生真的像阶段一样，就真正陪你到七八年甚至是十年的朋友其实真的只是数一数二的，只有他一个，对不对？对。所以说我相信你俩的友情应该是很好，会一起哭一起笑一起去游乐场的朋友，是不是？对，就是那种分手了会立刻过来的那种，是不是？我太懂了。你们有什么对我说的吗？希望你之后的发展道路上可以越来越开心嘛，然后不要因为一些其他的事情然后影响自己对这份事业的初心。谢谢谢谢谢谢。可以可以可以，那我也祝你们的友谊天长地久。谢谢谢谢。 OK， 然后落单女孩在哪？在这儿。天哪，嗨。今天跟昨天一样打扮的也是很个性。对，确实你今天很帅啊，感觉啊。我哪天不帅呢？今天格外帅气。okay， 很干净那种少年感。嗯，称呼一下，就是介绍一下自己吧，好吧。我叫新毛。嗯，就是我昨天去你的摊位，我感觉然后吃你的蛋糕我觉得特别好吃，所以我就是刚刚临时想了一段 freestyle 想要送给你，因为昨天 freestyle 来，我是刚想好的，来，我就要刚想好的，来来。虽然今天忙碌了一天感觉很疲惫，可是我还是来参加了你的音乐会。昨天你摊位上的蛋糕真美味，你说你喜欢彭楚月，我说对，我也会。哇，这比撒娇好。好，谢谢谢谢。然后到我们的营地的营长，这位是我们的老板，来，老板说两句，介绍一下。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然后呢，我是不喜欢玩森林的营长，我的名字叫雷鹏。然后关于月的话，我想讲的是他在他来之前的话呢，其实我心里面也是很大压力的。然后我觉得你的了解我，感觉你就是可能是那种非常高冷，然后呢十指不沾阳春水的这样子的霸道总裁的这种形象。我不是吗？但是我但是哦，从你来我到迎接你面试考核，你的关于服务行业的一个对于客人的一个评分，在41度的天气，我觉得其实没有很难。好了，最后的话呢，我想送给你的一句话，对，我希望你能够更多的去做快乐的那个16岁那个在学校的操场打着篮球，很多女孩子会去看你的那个彭楚月。这个老板，你真的那么会说呀？我觉得你不要坐这儿吧。比心，欢迎我们的月月来到我们的不想玩露营，感谢你。谢谢谢谢谢谢。啊，谢谢老板，谢谢老板。所以我毕业了吗？现在我这边的话，代表我们的不想玩露营。正式给予我们的实习管家彭楚月给予转正通过。我觉得今天当作这一次我的碰一下这个微综的最后一期，我也想输出一些我想输出的一些想法。喜欢我的人都知道我很喜欢写随笔，前段时间写了一些东西，我发现有人跟我说我好像在跟这个世界谈恋爱。然后我就在想说我现在在做什么，
我此时此刻在做什么，我的工作在做什么，我的生活在做什么，我之前就砸得特别的乱七八糟，然后我现在知道我在做什么，我就在感受。我希望我的粉丝，包括在看这个节目的人，他们对于生活是一种更多的是包容。我指的包容是更多的是对于自己的不堪、不舍、难过，种种的负能量，我们要把它包容起来，把它当做一个很正向的东西去输出，化成自己的能量，这样子我们就生活会越过越好。如果自己能控制的，就去控制吧，尽力；不能控制就随它。对，所以这就是我的一个感受。可能就有点像在跟世界谈恋爱，我们可以在人群当中寻找爱，好不好？那在今天我要感谢我的乐队，好不好？这次跟我合作的乐队，我们和谐里乐队，好，谢谢你们啊，他们躲到后台去了。那个也谢谢这几天碰到的朋友，然后也谢谢我们营地的老大。最后谢谢我的粉丝，好不好？还有所有的陌生人。接下来就是我的最后一首歌，这首歌呢是来自我自己的一个作品，名字叫《柔软》。熟悉我的人都感觉到，其实《柔软》这首歌很适合当最后一首歌，对，比较适合当晚安曲。话不多说，我觉得所有的细节、所有的诗意的片段都藏在了歌词当中。希望《柔软》这首歌大家会喜欢。我自己做的那个蛋糕，对，当了一回这个电台主持人。祝你生日快乐，快就会稍微整个话稍微不一样一些，在海南度假的感觉，我怕我穿了。我最近在思考的东西就是如何跟世界谈恋爱。柔软。